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钱我来花，坑我来踩。咱看这期这个商家是咋吹牛的，说这个东西咋好，咱先看这个商家秀吧，废话也不多说了。哎呀，你买的什么破玩意儿？根本切不出来，一点都不好用。不是这样用的，用之前要调这里来控制大小，这样把豆角放进去，轻轻一推就能均匀的切成丝，快速不伤手，各种食材都适用。想要就点左下方购物车。商家秀也看完了，东西我也买开回来了，我也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，给我关个注。我废话也不多说了，我给打开给看这里边都有啥东西的。东西打完，打开看完了吗？我接着给大家测试。东西打开就这么一样东西，肯定再没啥东西，再没啥东西了，没啥东西了。买了这么两个做实验的，买了一个这个豆角，买了辣子红辣子，且没有，就买个绿的，绿辣子。我先试这个豆角吧，看这个弄这个豆角它咋样。哎，这还行，就是这个稍微有一点刀头有点老，要么就是这个菜不行，这个菜可就有点那个。哎，行，还可以，咱这再四个辣椒试一下，辣椒试一下，这个试了两个，人家还确实行，看见吗？还行，咱再试个辣椒，这还得转一下去。可以，哎，这弄辣椒还行，看见吗？就这个辣椒还可以，看见吗？哎呀，这个东西可以，刚才那个菜太老了，看见吗？看见吗？这么一堆还可以，这个菜你看，还可以，挺好的，看见。它这个东西嘛，优点嘛就是，这个豆角要像这个辣子呀，辣子还行。这个豆角要是嫩一点，它这个我过川的时候，它这个东西还行，还能用。要是假如说这个缺点嘛，就是这个豆角，假如说老一点嘛，它这个东西就这个刀头就这个里边这个有件这个刀头就不太好，它就穿不过去，就有件费劲儿。这个东西嘛。这个东西嘛，给我感觉嘛，这个东西值得推荐。这个东西就是你，买豆角买嫩一点，别买老的。这个东西值得推荐，这个东西挺好的。这个东西，我当时买的时候，我还想着这个东西肯定上当了，没想到买哈这个东西还行，能用。刚才咱们也看了，哎呀，也不说那么多废话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多看我的视频，多关注我。好啦。再见。